大家晚安。我本来想要绑苹果头，结果发现有点绑不太起来，然后我就放弃了。可是我这样发现这样子弄也没有很好看，怎么着？这样弄？怎么办？不想看起来太厚重，可是怎么弄好像都蛮厚的。还是帽子应该往这边，哎，好像这样比较好，是吗？这样子，安妮。都好看，这么会说话。熊熊，谢谢阿珍送的带你去流浪，谢谢。我觉得我该剪刘海了。现在这样不错，谢谢。因为我剪刘海其实是很随意的乱剪，所以而且我其实每次要剪的长度都很短，就是只要修一点点就好，因为修一点点就会差很多，然后就会导致没多久就要剪一次。但是我现在剪刘海，我是每次都说我直播要剪刘海，就最后都没有剪。可是我要拿东西这样子。失手率应该是蛮小的啦，毕竟我这么常剪它，你看它已经长到碰到我的眼睛了。可是我最想要的就是刚好在眉毛下来一点点。公演前你要剪一下，有啊，公演前你会剪啊。我公演前应该会去整个修一次头发，因为你看这很长哎、欸，刺到眼睛了，长长长的有刺到吧？这样子就是有刺到眼睛了。对啊，其实蛮长的，是，这看起来脸好圆哦。我觉得好亮，是大概像这样吗？剪到眉上不行，剪到眉上我会疯掉。我失手率真的很低啊，大家不要不相信，我可以看着直播镜头剪刘海，我跟你讲，只是我需要准备一个垃圾桶。哎，我有个迷你的垃圾桶，然后我还需要准备剪刀。那我忘记我把剪刀拿哪里去了。不会吧，我们不会就进行到剪刀这个步骤就没了吧？不好意思啊。哎，我把剪刀放到哪去了？我有剪头发的剪刀啊，可是我不知道它跑到哪。哎，很奇怪呢。怎么可能？等一下，应该不太可能不见的吧？因为我啊，还是被熊熊踢到地上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我要把柜子拉出来，等我一下哦。
奇怪，那我剪刀还能去哪？奇怪了，真的很怪、欸、好吧，我们的剪刘海计划可能要再次打住，因为找不到剪刀，有点废，对不起。不会不会，隔太久没办法，我会回来一下。你说你要吃吗？他的罐罐还剩一些，可是他就是吃很饱的感觉，笑死。快点，小猫永远不嫌饱，很可惜，很可惜，对啊。其实我现在真的很想剪刘海，而且我一直在想说，哎，还是我再去找一下另外一个地方，等一下哦。我在想到这里会不会有？可能是我怕危险，所以把它收起来了，就收到一个连我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天啊，我是笨蛋。我真的很笨，刀还能在哪？我说你有看到我的剪刀去哪了吗？破问猫好像也是蛮奇怪的。讨厌，我好像剪刘海哦。我都是想说找好了，现在没人找到剪刀。Somebody 剪，真的看到我剪刀吗 ？Somebody， no， no， 我还有一把在楼下呀，其实就是，对。就是因为他在楼下，所以有点麻烦。那我的梳子去哪？不是吧？谢谢，刚刚是不见，哎，我梳子在那。为什么刚不见剪刀，现在不见梳子？今天就在一阵找剪刀的忙碌中度过了八分钟。谢谢，终于能我来签到。还是我应该去楼下拿那把剪刀？好，我决定我要去楼下拿那把剪刀。我不想要就是就这样的结束。等我下播后，一定要弄清楚那把剪刀去哪了。哦，小猪，好，马上回来。手上不要搞乱了，拜托。你很乖，吓一跳，我回来了，太好了，
哇，我们现在只要再去拿平板夹。不知道线够不够长。哎，这样看应该够。好的，我们这样子工具就齐了。那还有一只安静的小猫在旁边，那应该是好嘞，可以执行我们今天的任务，可以剪刘海了。平板夹先开加温到100度，我要先赶快把头发夹完，因为好危险。熊熊在旁边，我不想要开那个开太久。你知道自从家里有熊熊以后，然后我现在弄头发就是每次都很小心，因为我不能再像之前一样就是大喇喇把我的平板夹放在地上还是放在桌上之类的，因为熊熊随时都可能经过，就很危险。像现在熊熊去旁边，对，去吃你的东西。可是它的长度其实有点不太够，对，就变成说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动作就是我们要先，因为我的刘海就是很容易沾卷，好丑哦。哎呦！啊，我要去旁边用，先夹一下，然后赶快梳。对，我要先把它夹直，我们才可以开始剪。哦，然后忘了另外一个东西，发夹。对，然后熊熊离开了，太好了，熊熊去旁边休息了，所以他现在不会进入我们的危险区。就是大家会发现，其实我发现蛮高的。然后，因为我刘海很厚，你们自己看，就是我决定我要开一点瘦脸，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样脸看起来很胖。然后就是虚一点，我通常只会分两半，这样就是空气刘海，这真的是太少了，应该不会想要，此生应该不会想要把刘海留这么短，不是留这么薄。对啊，我有在弄薄，可是应该是没有到太薄嘛，因为我发现好难哦，要留好久。对的，然后我剪头发是一个很随意的人，我就是这样。然后我先把我的平板夹举起来，用帽子盖住。哦，就是这样吧。然后剪，我有点不安心，所以我决定我还是要拿个镜子。哎呦呀！就是，对，我发现我有点不安心，所以我决定还是要拿个镜子，都怕出车祸。看那个灯最好是给我罩住。晚安。而且我们还就是要很小心注意，就是绝对不可以剪，绝对不能失手，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毕竟之后会有活动要跑。但我通常都就是我会从中间开始剪，就是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可是我都是这样，就是中间先撩起来，然后我会先算一下大概要剪多少，然后手指头就拉，然后还要拉侧边一个线，然后就这样子修。我一开始不会修太多，因为我要先确认一下那个长度到底是不是 safe。请问他头发有没有掉进去垃圾桶啊？是不是没掉进去？有，我看到报纸上面有头发的，我要疯了。我今天在家里上了一天的网课，因为今天的课，其实我这学期课表就是都满满的，因为转学嘛，就要下修很多课，然后就是下修课含在一起的时候，差点就要超修。其实我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超修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就是波多剪头发其实很，剪头发其实真的很随意。
因为我觉得就这种东西就是一下子就长出来。可是剪太多之后我还是会蛮崩溃的。感觉五分钟内应该可以gank他。我会不时看一下留言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啊，超需要写理由，可理由就很简单，就是因为学分不够，要赶快修一修，不然不会毕业。这就是我的理由。只是说一说，你就发现，大概是这样吗？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如果还是有点不满意，就再修掉一点点。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然后这、就是第一层就好了，然后看第二层，然后就梳，然后你就发现刘海变超厚，但我已经尽量把它留薄了，所以就是没关系，就是厚刘海薄留也是不错啊。然后它其实会有一点点，就是你看得出来大概要剪多长。然后我就是手起刀落，然后我就是很随便在剪它，因为我觉得就是妹妹头啊，它有一个弱点，就是它不管怎么剪，一定不可能都很齐，就是它一定会有几根岔出来，所以就是你就要随身带那个小剪刀。就是大概这样啊，好像有一根跑进去眼睛里了，等一下，抓出来，你就是要分一下，然后其实它现在这样远远看还蛮齐，可是你就是要修剪一下，你剪短一点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自然卷的。卷起来的时候，它比较不会，就是变成 S 型。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吗？然后就会获得一个整齐又可爱的柏林，没有。其实有点不整齐，等一下。有点呆，可是过几天应该会好一点。然后
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就是你绝对不能忘记，就是剪刘海的人一定要必备一支刷子，因为他满脸都是头发。谢谢大家花了5分钟，我不知道我花了多久，感觉有超过5分钟，看了一个剪头发的小废片。还有等一下下播可以直接去洗澡卸妆，就顺便把头发洗掉。把抱枕上的也拨进垃圾桶里吧。欸，找东西不能算啦。哦，清爽多了，突然觉得有精神多了。现在小熊很不可思议的看着我在干嘛。耶、yeah, ，看出差异吗？获得一碗，对，早剪刀早10分钟，因为这是临时起意。看不出来，一样漂亮，很好啊！但后面这句话有救到 ，safe。要问一下今天哪里不一样，其实我今天哪里不一样，这根本就是危险题。头发变蓝哦，还真有注意到，因为我又洗了补色，所以它变得有比较蓝一点，嗯，很明显吧。就变的时候这样子扎出来，其实也是蛮明显的，它是蓝色的，银眼应该没错，银眼的话没有错，因为我的确是换了，我的确是换了新的银眼，而且是不同颜色。为什么换银眼？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我原本喜欢的银眼牌子，它那个颜色不出了，然后就最后的库存用光了，然后就觉得挺可惜的嘛。因为那个银眼我用了一段时间，而且我自己还蛮喜欢，就觉得蛮自然的。然后也蛮多成员问过我那个银眼的，然后我就一直用那个银眼。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就是用个牌子就很懒得换的人，因为我觉得银眼太常换的话，感觉风格会一直变嘛。对啊，就是那个颜色明明就很好看，就它竟然停产了，我有点 shock， 然后就发现真的买不到了，然后就是药妆店还问我说，哎，要不要就是你多买一点，因为之后停产就买不到了。所以我想说算了，囤货也没有用，因为它总有一天就是会用完，所以我想说那还不如就现在就断舍离吧。哦，谢谢上山离子酱送的啾啾泥，谢谢。对啊，然后就停产了，好可惜哦，我真的还蛮喜欢那个的。说有时候很像一只胖火鸡，熊熊来呀、啊！柏林染发只有染发尾，没有全部染嘛？我其实有全部染，只是就是该说就是黑色的地方都长出来了吗？就是它是像这样子的，
在里面的一个颜色，后面其实也有，但就是因为我现在也还是学生，所以就是平常上学的时候就是黑色头发就会盖下来这样子。对，就都不去新的不来。但是我现在戴这个牌子也还是他们原本那个牌子，只是灰色的，就是想哎，好久没戴灰色，那戴一下灰色好了。因为我在想说蓝色的头发到底配什么银眼会好看，因为我之前一直戴那个咖啡色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有点像海威，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换一个，就是灰色的，灰色跟蓝色还蛮好看的嘛，然后就戴，可就变成说好像有点酷酷的。你染这是什么颜色？其实我一开始染是灰蓝色，然后我前几天用补色，就不然补的有点太深了，它现在就有点变深蓝色，可是不知道这几天洗掉后它会不会好一点。昨天梦到 Daisy 来上海巡演，真的吗？希望那天可以赶快到。我们也很想要赶快就是去各个地方表演这样子。毕竟我们的三周年也都延到一月，然后之后的演唱会嘛，也目前还没有敲定。然后赤身躁动的这个活动也被延期了，所以就觉得，欸，最近还是没有什么大活动，感觉可以期待的这种感觉是，就是最近比较大的活动应该就是公演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开学，对，开学是一个很大的活动。最近的表演应该就是那个吧，苗栗的吗？对，苗栗的，可是那个苗栗的没有我啊。苗栗的没有播了，可是大家还是可以去参加。Hello， 大家晚安。对啊，十月，呜。我刚刚剪完了刘海，现在刚进来的大家好，刚直播剪了刘海。好久啊，九月初到十月底。哎，你们不要忘了，之前有一次的公演是，好像是底表演完以后接初的月初，就月底的表演完以后接月初的公演，然后那个中间根本没有练习时间。期待舞单发行，对，就是还有一个可以期待的大事，就是我们十月的舞单发行吗？刚刚不是要看镜头剪吗？我发现我做不到，而且我真的觉得危险。说到十月，谢谢柏林记得我嘉云觉得生日，我其实记得很多成员的生日啊。我觉得生日就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吧，所以就是会不自觉的记住身边的人生日，而且尤其就是那一天如果发生什么特别的事的话，就会更好记。因为我记得就是云爵的生日的前一天是小巨蛋的表演，就是那时候 AKB48 来台湾的小巨蛋表演，然后我记得我们是大家在那个休息室里面有提前祝云爵生日快乐，所以我就记得那一天。不一样啊，毕竟草主没人记人， 他都边缘人。不会啦，还有我会记得啊。还有我会记得，大家熊熊说话了，熊熊没有说话，那个是他饮水机的声音，因为他那个饮水机的马达会一直发出怪声。最近啊，就是帮他在窗户旁边找了一个好位置，然后。就是那个好位置，让熊熊可以在那边舒服的晒太阳。最近还有公布什么事情呢？最近就是
现在首先就是五单的发行嘛，就是10月15号的五单发行，就是我们其实已经睽违了一年没有回归新作品了这样子。然后这单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就是延迟了这么久，就是让大家等了很久的感觉。然后去年的乌吼，我记得是9月发行的嘛，9月中接近9月底的时候发行的。再来就是今年的第五张单曲《一秒一秒约好》，好像就是整个很担心会泄题，会泄露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有些东西还不能讲，有些东西可以讲。然后我现在就一边确认着官网，一边确认着我现在讲的东西到底有没有问题。对 ，CWH 公布了两首，然后一首是我们之前去年的猜拳大会选出来的歌曲嘛，就是那个《机会的顺序》。然后再来就是 Sakura 组在运动会赢到的奖品嘛，就是他们第一名赢得的奖品，就是附录曲的《未来的果实》。其实我自己也蛮意外，竟然是选了这么久之前的歌曲，可是我觉得还蛮适合 Sakura 组的，因为我后来去看听原曲，因为我其实就是跟夕阳那时候一样，就是我一开始听到夕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哪一首歌，然后后来找了就发现，哦，那两首都是蛮久以前，就是那两首出的时候，我大概还在上小学。我大概小学一年级左右那种时候的歌，然后我就去查了，就发现说，欸，他开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手势，就是 boys and girls， 就是有那个大拇指跟小妞妞。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想到说，就是 Sakura 组的手势是这样子嘛，就是开花花。所以其实这一首歌就是有一点点隐隐约约呼应到他们的手势吗？然后就觉得，欸，这是蛮特别的一点，就是跟 Sakura 组有一个连结的感觉。你怎么跟一家一样想法？一家也是这样想吗？但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想到这件事情吧，因为就是这个手势就是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之一啊。我会先歌，对啊，那个是很久以前的歌。然后，对，就是这两首歌曲。然后就剩下 Uni Daisy 还没有自己的歌了，所以我们现在努力中，每天努力中。我还没有听过，其实我还没有听过中文词，就是我还没有听过《未来的果实》的中文词，然后我自己也蛮期待的。靠我中乐透了吧？真的要靠我中乐透我们才能出歌吗？不行，之后如果什么可以得到单曲表演的机会 ，Daisy 会加油的。欸，如果中27亿的话，我可以办的就不只是那个单曲了，好吗？我可以办多少单曲啊？下次的 chance 要守住啊！会的，下次的 chance Daisy 一定守住。Daisy 应该要跟疯子一样吧，要看选的歌是什么吧。只是我们其实也都蛮全力以赴的啦，就是在各个活动里面，只是我们运动会的时候也是很努力啊，我们一直不想要拿第二名，可是我们最后还是拿第二名了，因为第二名是最吃亏，就是第二名没有画面，然后又没有奖品，然后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位置，你们知道吗？然后就是最一开始弃了单曲的投票，那时候就是那个就没有办法强求，因为那个就是必须靠粉丝大家投票，然后可能就是我们顶多能做到就是拉票，然后不然就是多多宣传自己的组别这样子，然后就最后就是输啦，就是输也没办法，就只能靠第二个就是单曲附录，就是运动会嘛。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前哨战的时候就是前哨战那个时候分数被拉得太开了，应该说就是风铃草他们的分数太低了，然后就是他们是最后一名，然后 Sakura 组的分数跟我们其实就是比我们还高，比 Daisy 再高一点，可是就是相差也没有到非常远，然后就是 Daisy 就变成一个很微妙的第二名，可是第一名的人有烧肉吃，然后第三名的人有表演，可以就是可以被处罚表演这样，然后就变成 Daisy 就是我发现我们冲了半天，就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超尴尬，然后结果我们就坐在那边看他们表演，然后觉得感觉那个表演还蛮好玩的。后来运动会就想说大家加油，绝对不能拿第二名，可是我们总不能朝最后一名迈进吧，所以我们就先试着朝第一名迈进，
然后发现哎、欸、不行，就是萨克法根本都是鬼，就是他们每个都很恐怖。然后我们输到后面发现啊，来不及，连当最后一名也来不及，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怎么输，我们的积分都不会掉下去了。然后就这样子又成为了一个微妙的第二名。哎、欸，结果这一次最后一名什么都没有，就想哎、欸，那第二名跟第三名到底好在哪？这次怎么没有那个蒙眼跳梦之路之类的感觉，会撞死哎、欸。因为其实我们在那个运动会的时候表演梦之路那首歌、啊、然后梦之路就是全员一起表演，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因为实在是找不到舞蹈教室可以练这么多人的舞，我们就是在平常一些练习的舞蹈教室练习，然后平常塞16个人其实就蛮挤的，然后还要塞30几个人，然后就真的是走位就是疯狂的挤来挤去，一直到后来可以到体育馆去彩排的时候才站得比较开，然后就发现各种位置超远，就是你那个队形站开就是各种位置超远，所以就大家都要用冲的，感觉会跳起来互撞。你们应该奥诗雅请客、欸、对啊，我记得诗雅还是谁不是说要请客吗？但话说萨库拉到现在也还没有吃烧肉是不是？去聚餐，然后我就说啊，现在聚餐要去哪里聚餐，然后我们就去吃了萨利亚，就是一点都不聚餐的聚餐。听说那个就是 Bellflower 他们聚餐的时候是不是先约好了，然后还是去吃哪一间餐厅这样围一桌，然后就是很正式的这种聚餐，然后互相了解对方这样子的聚餐的感觉。可是 Daisy 完全就是超吵啊，还要分开坐，因为没有位置所以还要分桌坐，然后分桌坐，然后就是大家吃自己，然后就是很吵。大家 Daisy 的聚餐就是在某处的萨利亚吃的哦。萨利亚就是不是最聚餐的地方是吗？可是就是会觉得说、啊、小组大家第一次自己的聚餐应该要去，就是大家要就是气氛要正式一点啊，然后不可以穿着练习服这样子，对、啊、就很突然的一群人去吃饭，而且超麻烦，就是13个人这样走在一起就是超级的，然后超像什么校外教学的感觉，而且还走超远，因为就是不想搭车，然后那天太阳还超大，然后我就一直问说到了没，到了，就是我忘了，应该是我一直在问到了没，就是因为很久。草主是不是有去吃热炒？我不知道哎、欸，但我记得就是我们是最后一组，就是去聚餐的人、啊，然后我们吃的东西很随便，然后我想应付一下，应付一下，然后我就赶快随便发现实给大家看，就说好，我没有去聚餐了，你们看这样子。大家下次穿小礼服去吃热炒，那很闹，为什么要穿小礼服去吃热炒？吃热炒应该是要穿这样的衣服吧？我记得前阵子好像大家有去吃热炒，可是忘记也是为什么，就是去年吗？我忘记是什么原因了。然后突然很多姐姐跟我们一起去吃热炒，而且是几乎全部的成员大家一起去吃热炒。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去吃热炒，然后就是大家也都穿得很正式，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我自己其实也穿得蛮正式的。对啊，可我真的觉得热炒很好吃啊，就是我很喜欢吃虾饼，然后还有就是凤梨虾球，然后还有那个会那个炸的蚵仔叫什么蚵仔酥，就是之类的。局主要聚会的话可以考虑诗雅家，可是 Cookie 会被我们吵死吧，因为 Cookie 感觉不是老老的嘛，然后就是感觉很容易会很累，所以就很怕我们13个人进去会把 Cookie 吓死。 Cookie 老狗，我好像只有看过 Cookie 一次，就是那时候二单的时候，就是会开始跟诗雅他们变比较熟，然后那时候就会被找，可能就大家会一群人一起去诗雅家，去谁家玩，然后那时候很流行玩狼人杀吧，就是我你还记得我们二单的时候，就是不是有很多宣传，就是在玩狼人杀，跟那个小月姐啊，还有就是一些可能就是别的活动要玩狼人杀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就我们去玩狼人杀，然后就会去练习。就我记得那天去诗雅家练习玩狼人杀，玩到后面有段时间我都不想玩那个游戏，因为太多次，我就有点腻。对啊，然后一开始我就听说诗雅家有狗，然后那时候就有点紧张，因为我其实有点怕狗。然后到了他家以后，就发现 Cookie 有点老老的，然后就是走路比较慢。然后我想，哦，这个狗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威胁。因为我有个高中同学，他很常请我去他家吃饭，就是他会请同学一起去他家吃饭，然后我就很爱去蹭人家饭，然后我就常常去。可是他家养一只超大只的牧羊犬，然后就是那种黑白的，毛很长，很大一只，很聪明的那种狗。就是他会听到口令就会冲出去，然后我朋友就很喜欢用那只狗吓我，就是他只要听到 push 这个字的话，那个狗就会开始暴冲，然后会去就是去吓你这样子，然后他就很喜欢在我面前喊就是那个口令，然后那个狗就会冲到我面前来，我就觉得很恐怖。妮妮家的狗不应该会怕，可是他家的狗是柴柴，好像又还好，我就问微妙，我要先确定那个狗不会威胁到我。我其实没有到很讨厌狗，可是就是有点微怕。期待有更多狗狗可以让我打开心房，这个东西。尿酸了。Cookie 应该不会威胁到任何多人，感觉是我去他家会威胁到 Cookie， 因为会吵到 Cookie 休息。滴滴一定很有威胁性。就是很怕被狗威胁到生命，但我不讨厌狗，我也有点不喜欢吉娃娃，因为我觉得吉娃娃好可怕，就是很疯，然后就是感觉会被吓一跳，我不喜欢被吓一跳，对，就是不喜欢被吓一跳。熊熊就很可爱，熊熊就不会让我被吓一跳。熊熊，你说是吧？前几天带熊熊去打预防针，就是去打三合一的第二剂，因为熊熊第一剂在收容所打过，然后就带他去打第二剂。然后呢，因为我没有带过熊熊去打针，所以其实蛮紧张的。然后熊熊果不其然的很讨厌打针，非常的感受得到他强烈的讨厌打针那个决心。他整个跳到我身上，就是熊熊已经开始会想要爬到我身上躲那种讨厌。而且一开始因为我要顺便驱虫，然后医生怕他会舔，所以一开始我给他带那个防舔的那个项圈嘛，我在直播。哦，谢谢，好，没关系，放旁边，谢谢。熊熊在旁边，谢谢。忘了跟我家人说我在直播，对，忘了跟家人说我在直播。羞耻圈，对啊，就是那个圈，然后就是要套在脖子里，然后就是熊熊超讨厌戴那个，就是医生一戴，然后他马上就。把它脱掉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是这样，然后我朋友就说，因为我朋友一起去，然后他有养很多猫，他就跟我说，完蛋了，你这只不喜欢戴，之后它结扎你就会很麻烦，因为结扎以后好像要戴一段时间的防舔，因为怕它会舔伤口，这样的伤口可能会感染啊之类的，所以就想说我还在思考说未来的事要怎么办，可是结扎应该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先来担心它打针。然后医生就叫我们，就是可能要帮忙，就是扶一下他这样子，然后他要打针，他本来要打他的这里嘛，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打针，可是就是看到我有点能够体会到我妈说的什么，就是你会想要代替小孩去承受那些痛苦，就是我看到熊熊那么不情愿的打针，我真的很想要就是代替他去打针这种感觉，我有一瞬间有这种感觉，就跟医生说打在我身上可以吗？可是好像这样就没有什么用了，所以就不行，作罢。
就把熊熊按住，就熊熊打进去的时候就反应很大，然后医生说啊，那反应太大，那可能要打腿，然后就叫我们按住另一边，然后就要打右腿这样子。只是他说回去，就是他可能右脚会有点抬不起来，因为就跟大家打完疫苗一样，就是手抬不起来一样。然后打的时候，熊熊真的是叫超大声的，然后我就很觉得对不起，不应该带你来打针的，可是不打又不行。然后就打完针了，然后熊熊就整个晚上都很没有精神，然后就一直睡一直睡，然后就是一直睡一直睡，疯狂睡。他叫超大声，就是他感觉心里应该蛮不舒服的吧，就是被压着这样打针，然后回去就一直给他吃东西啊，给他吃好吃的啊，然后也没有吵他让他休息。可是我就很紧张，因为他一直睡一直睡，我想说他要睡到什么时候。但是熊熊打完针的时候，因为其实他打针前有吃东西，所以他打完针的时候有点不舒服，然后他就有吐，然后那时候就有点紧张，我就去，就他有吐一些饲料，然后我就打电话问那个医生说，就是这样子，就是是不是有，就是 OK 吗？是安全的吗？他就说再观察一下，如果有再吐的话，就再带来看看这样，因为医院其实蛮近的。我就把熊熊放在，所以熊熊就躺到床上休息，然后就整晚都不敢吵他，然后隔天凌晨他就复活了，就是回到前几天的他，就是开始翻箱倒柜，然后开始跳来跳去，蹦蹦跳，然后叫我起床。所以就安心了很多。就很大声，怎么跟你小学打针一样？欸，那个不一样，我还跑给人家追。熊熊比我乖多了，熊熊真的很乖的吧。他感觉他好像下个月要再去打最后一针吧，然后之后就可能一年还是到半年打一次就好，忘记我再查一下。小熊是被按住了跑不掉吗？可是我那时候也被按住了，可是我跑掉。但就是很对不起熊熊，熊熊对不起哦，不要讨厌我，我真的打完超怕他讨厌我的。但还好，我跟你讲，就是我怕他讨厌我的，隔一天晚上他直接抱着我手臂睡着，而且他睡到整个翻肚，就是他一开始睡觉的时候有点卷起来，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在防卫我，所以他卷起来睡觉。结果后来他隔一天就是跟我睡觉，然后他抱着我手睡到翻肚，然后我想说哦应该没问题了。哦对啊，就是宠物医院不可以拍摄，也不可以录音，所以就是什么都没有办法拍，而且我那时候就是高度紧张状态，无法脑袋无法装任何东西。这就是我第一次带小猫打预防针的记录实录。对啊，宠物也不行。平时小熊怎么跟着睡？就是因为我的床是，我家的床是上下铺，然后我的床的旁边嘛，应该说就是，假如说这是我的床好了，这是我的床，我不是就是睡在。我的头在这里嘛，然后我的身体在这里，然后我的侧边它有一个柜子，它就是有点呈现这种感觉，就是我的床，欸，这样好像不太对，就是有个，反正就是有个柜子在我人躺在这里嘛，我人躺在这里，然后这边侧边有个柜子，然后它就有很多可以放书的地方，然后我就把一格的书都拿走，然后在那边铺软垫，然后那一格就变成熊熊的睡觉的地方，就是它可以睡在我的旁边，可是又不是在床上。就是熊熊平常要晚上睡觉时间，他会爬到那边去睡觉，因为那边也是蛮隐秘的，就是没有不会光照不进来，然后他又可以躲起来的感觉，然后又看到我，就是感觉那个地方很适合让熊熊睡觉。可是他大一点就不知道了。可是他有时候睡一睡，他自己会想要爬到床上睡觉。他不算床头柜，他算是侧边的，他是在我侧边的柜子。就是熊熊睡觉会爬到床上来。然后会想要躺在我旁边睡觉，会想要窝在那个吧脚的上面，就是因为脚不是盖被子，然后就有一个勾勾，他就想要窝在那边睡觉。不然就他有时候可能会窝在我的手臂旁边睡觉，然后就抱着我的手睡觉啊之类的。可是他有个坏习惯，就是他想要叫我起来，跟他晚上他会咬我，而且他最近咬越来越用力，我有点嘎嘎。然后我就今天，包括我今天上网课也是，我今天上完网课吧，想要来眯个一小时吧，然后就睡觉。然后小熊好像就想要玩，然后他就跳到床上开始咬我的手臂，然后我就用棉被把自己包起来，然后他就很认份的跑来我旁边睡觉。但
熊熊真的超 Q 的，就是我跟你们讲，他来我家第一天就会跟我一起睡了，要教他，就是不会让他咬吧，可是就是我也不太忍心处罚他。我之前会把它关到笼子里，我朋友说你要关半个小时才有用，然后我关三十秒我就受不了，因为它一直叫，然后我就只好把它放出来，我就说好，三十秒你要学到教训哦，然后我就把它放出来，然后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用，它不会怕。知道咬咬会痛，你说可能是要咬回去嘛，我要咬熊熊咬回去，天哪。有啊，就是我平常跟熊熊玩的时候，他如果咬到我的手，还是他就是突然抓我的手之类的，我可能就会马上不跟他玩，就是我会去躲起来，就跟他说，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咬我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玩了这样子。然后之前熊熊蛮恐怖的，就是之前我朋友说你可以喷水，就是有一个那种小喷瓶，就是我那种之前喷酒精的喷瓶，我就把它洗干净装一些可以喝的白开水，我还不敢装那个生水，就是白开水，然后。就是可能熊熊如果咬我的话，我会喷一下，可是我不会直接喷在他脸上，我可能会喷旁边，然后他会吓一跳，他就会跑掉，然后他不喜欢那个水瓶。可是就是一开始蛮有用的、哦，就是真的蛮有用。可是我发现他会记仇，就是我前几天写功课的时候写完之后，我发现那个熊熊全身湿哒哒跳到我的，全身湿哒哒跳到我书桌上，然后想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低头一看，我看到那个瓶子被他弄破了，而且那个瓶子是塑胶瓶，我不知道熊熊是怎么把它咬破的。就是熊熊把它弄破，然后那个瓶子就毁了，然后就没有东西可以喷它了。熊熊算是蛮有个性的猫，真的超恐怖。我就想说，太恐怖了吧？它怎么会知道是那一瓶？就是我平常拿出来喷它，就是一瞬间，然后马上藏起来这样子。它怎么会知道是那一瓶罐子？而且就那一瓶罐子被它破坏掉了。它平常不太会破坏东西的，超恐怖。有啊，我现在就只能努力教他了吧，因为熊熊就是感觉需要花时间教他。暴力猫，他超恐怖的，像主人呀，才没有，我又不会咬人，对吧？我不会咬人的。对啊，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养到那个石虎，还是什么养到什么小老虎混种？他说不会，那个石虎才不是长那样。之前给他点牙齿药，后来他也把它咬破。对啊，就是感觉猫其实蛮有灵性，就是他们会去记仇吧。然后我觉得熊熊也蛮聪明，就是因为熊熊前阵子就是皮肤病，然后医生就有开药让我擦，然后就是擦完，只要擦完就会给他奖励。那熊熊是一个，其实熊熊还蛮好给奖励，因为熊熊很喜欢吃点心，就是熊熊只要是点心，平常不是饲料以外的东西，他都觉得是好东西，他就一直追着你跑说要吃要吃，所以就是肉泥啊还是什么。小点心那种一包小点心，这些熊熊都接受度都蛮高的，所以就是很好给奖励。然后给到后面就是我只要拿出那个擦药瓶子，因为那个擦药其实完全不会痛，只是就是他可能要让我抓住一下，然后我只要拿出擦药瓶子，熊熊就开始跑过来，就是我准备好了这样子。小石环蛮可爱的，你没有看那个徐博的影片吗？而且就是熊熊之前有一段时间都要喂他吃药丸，然后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很煎熬，因为我真的不太会喂药丸，然后就是感觉熊熊也吃得很不舒服，后来真的受不了，就问医生说可不可以给我开药粉，我放在肉泥里面骗他吃，他就说可以啊，就是开了药粉给我，然后就混在点心里面之类的，然后熊熊就很容易的被骗了。再吃下去，熊熊就要加入 PET 50公斤的 PET 50 kg， 可以的、啊，熊熊有这个潜力吧？他吃胖一点，就是也不要太胖，就是吃胖一点，然后快快长大的话，我会很开心的。药丸混进去会挑出来吗？我没有把药丸混进去，我是把药粉就是丢进去拉一拉，然后就看他要不要吃，然
然后它是通常都会吃啦，因为那个肉泥的味道还蛮重的，就是会盖过那个药粉的味道。我们又讲了好久的熊熊话题哦，他现在整个大爆睡，好可爱。前几天哦，我想到一件事情可以讲，可是这也是熊熊的故事，这是一个还蛮好笑的故事，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个纸袋，对，可是它的是一个纸袋，可是它的提环断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前几天上网课的时候，上完我躺在床上发懒，因为这就是上网课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上完下课的时候就可以躺在床上休息，马上就可以休息，就很舒服。然后等下一堂课，大概可以等个十分钟，我就躺在床上休息。然后熊熊就一如既往在乱爬之类，然后我就有个书桌。然后我书桌旁边有个衣架，但它没有很高，它大概只有到我这边，它是一个矮的衣架，我会拿来挂包包，然后可能会挂，因为我前几天买了新的东西，所以我就有一个纸袋，不知道放在哪里，我就先把它挂在那个上面。然后因为它的纸袋就是这样打开，所以其实熊熊平常就是很喜欢爬包包，就是它喜欢，因为我很多包包挂在里面，就变成一个包包山，它就会爬到包包上面，然后跳到纸箱里面，然后滚两圈，然后再跑出来。就是它会跑到纸袋里，可是我纸袋是这样挂，就是我不是两个提把挂起来，我是只挂一个提把，所以这样子它才有空间可以爬进去。然后平常那个提把就是这样子垂在这里嘛。然后那天熊熊就是一如既往，因为它其实平常爬到纸袋里都不会怎样，所以我就是会不会去管它。然后它那天不知道是爬得太兴奋还是怎样，它就一个脚爬出来是一个脚滑，然后它就我看一下我们东西可以示范。我什么东西可以示范呢、啊？用这只吗？哎、欸，可是它没有手脚啊，就是，有点难示范。不过我只有这只，所以就只能用它了。对，它就滑下去了。要不行，这只太胖了，这只穿不过去。那用这个吧，就是它就滑下来。然后这只没有手脚，反正它就是挂在这里，然后它的两只脚就垂在这，这是它的脚，然后它两只脚垂在这，然后刚好勾住，然后它就掉在这里，然后它就下不来，因为它肚肚卡住，然后它就在那边喵喵喵喵，救命！它就一直喊救命之类的吧，然后它就一直喊救命，然后就一直趴在那边，然后我想说怎么一直叫，然后起来的时候就看到它挂在那里，然后我想说是怎样，然后我想赶快把它救下来，然后我要抓它的时候，它又一直动来动去，就很不配合，然后那个纸袋就根本就是只是很简单套住欸，他就是一直弄不下来，然后我最后就想说算了，直接用剪的，我就把那纸袋剪掉，然后他就下来了。然后重点是他平常就是不太会给我摸嘛，就是他会给我摸头之类的身体，可是不会摸太久。可是他那天被我救下来的时候，他突然就蹭了我一整个早上，他就一直谢谢你救了我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蹭我的脚之类的，就是他平常完全不太蹭我的，他就突然蹭我，然后就一直蹭，应该先拍个脚照再去救，那个时候我太急，我没有想到拍照。反正就是救下来，然后他就一直蹭我，对，他就应该是感谢我的方式吧，然后下午再继续咬我这样。对啊，后来就把纸袋都收起来了，因为我怕就是如果还有今天发生这件事情是我在场，如果今天我不在场的话，可能就是要等到伯安在隔壁，就是可能耳机都忙完，然后他才可以听到他的求救吧。可怜的熊熊。因为熊熊的毛其实很好摸，就是熊熊的虽然是虎斑，它的毛比较短，可是它就是毛很柔软，很像棉花的感觉，然后就是摸起来手感很好，所以就会一直想要揉，可是它不喜欢被揉。可恶，我一定要训练到，就是它前阵子其实就是连背都不太给摸，就是它背的这边啊，它都不太给别人摸，你只要摸它就会转过去想要咬你，它只能摸头。摸头会呼噜，可是最近进步到就是大概这一部分的可以给摸，可是就是靠近屁屁这边的还是不可以摸，所以它应该不是个喜欢拍屁屁的猫。对，只有一个早上，上完网课就忘记这回事了吧？哎，没差啦，屁屁要练的，慢慢来。对啊，就慢慢让它习惯吧，反正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一起相处。但是
手镯真的变大只很多耶，他一开始来的时候大概只有这样大，就是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候大概就这么大，然后现在才来我家大概一个多月左右，然后他已经变这么大了，肚子也是挑战，他肚子真的是完全不给摸。对啊，所以就会想要去问问大家平常跟猫都是怎么相处啊之类，因为我是新手猫奴，所以就是很多事情都会想问问看。可是林一他们家养猫好像就是比较自由型的一点，可是我们家比较不适合自由养猫，所以就可能要教一下。然后后来我还要去问一些同学，你全部都可摸，太赞了吧，小孩都长很快啊。对啊，我现在有感受到这个，它越来越肥，我觉得哦好可爱啊，就是很像气球一直吹，然后越吹越大这样，对吧。然后现在睡觉也会折手手，然后它就会这样子睡觉，超可爱的，真是动没聊。发现自从有了熊熊以后就减少了很多社交，因为就待在家里就有一个东西，一个好朋友可以陪我，所以就不太需要外面的朋友了，完蛋，气球会爆，没有，我们的熊熊是吹不爆的。那要给熊熊吃千层面吗？加菲猫的千层面，这几天又给他吃罐罐，可是他就是没吃完，食量果然是小朋友。那还需要熊猫吗？当然需要啊，猫就是给别人取暖，而且真的是蛮暖。四脚朝天学人睡表示好事，是表示信任吗？就是可能觉得安全所以才敢那样睡。熊熊要等到睡很翻的时候才可以就是四脚朝天吧，不然他平常都趴着。没有熊猫，熊熊变无毛猫了。嗨嗨也不嗨嗨，小 baby 塞什么都给他吃。可是熊熊真的是一个蛮不挑食的猫，就是我生日的时候林一家庭送了我很多就是猫那个熊熊的东西，就是猫咪的食物啊，或者是猫咪的玩具，就是那个炸虾已经玩到快断掉了，可是我还在玩它，我用胶带缠起来，因为熊熊太喜欢那只逗猫棒，所以就很好用，就一直用它用到快坏掉。再来就是零食，就是他们送的零食就是熊熊的意外，就是全部都很喜欢吃，不知道是熊熊太好喂了还是怎样。爸爸爸爸，等下还要处理工作的事情。小黑黑加油，谢谢你今天看直播，拜拜。可是熊熊就是什么都吃哦，然后熊熊就吃了，然后很喜欢，就是拿东西，只要拿着袋子的声音，它就会喵喵叫，很 Q 味。开心养了熊熊以后就有好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给他肉泥，对，他也很喜欢吃肉泥。罐罐，我今天已经给他吃了一波罐罐，可是他吃很饱，他现在在休息。今天回来也是马上就是跟熊熊玩一波，玩一波给他吃东西，他就很开心的去睡觉，满足满足。看着很羡慕熊熊，不用羡慕啦。那我们来聊聊别的事情吧。再来看要不要帮猫猫刷牙？我真的有听过帮猫咪刷牙，我真的有想过，可是他最近好像在换牙。他最近好像就是处于一个换牙状态，医生说他开始在换牙了。
我们最近我们就聊什么羡慕什么，然后我们来聊我们的学校生活吧。没有啊，学校生活其实没什么好聊的，只是我就是觉得说就是大家都被分流搞得很混乱吧，就是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因为就是现在很多学校都是采分流机制，就是会分成两组，然后就是单周可能就是这一组去，然后双周就是这一组去，然后就会导致说很多，因为大家大学生大家选的课都不一样，所以就是会有可能一天有你一天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课，可能是你要 一会儿要去上，一会儿要回家上，一会儿要去上，一会儿要回家上，然后就会觉得说就是很混乱吧。就是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有很就是他有达成防疫的目的嘛，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自己觉得说分流上课，因为大学本来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环境，所以他其实就是还是让同样多的人数就是到了学校，然后大家就是会还是会交叉接触这样，只是不会一直只是就是不会一直待在一个空间里面吧，就是像这样子而已。可是会造成一个麻烦，就是住远的同学吗，比如说他第一节课是 A 组，就是他是第一周这一周他要来学校，可是他第二节课他是 B 组，那他那节课要回家上，那他要去哪里上课，就是他来得及回家上网课吗，还是他就要拿手机看。可我觉得如果你在外面拿手机看会有点影响到你的学习的专注吧之类的，就是会有点不方便。然后就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在讨论说，就是包括我们系上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在讲说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必要，就是有必要做分流吗，或者是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之类的，就大家都还在讨论。那因为已经开学，所以很多学校现在很多老师也都是很混乱，就是因为老师们也都是很临时的要开始学远距教学的东西啊，而且就是评分啊考试这些都很不方便，就变成说老师要应付来的学生，然后要应付上网课学生，那他就不能够边开meeting 然后边跟学生上课，因为 meeting 是要视讯嘛，然后要连那个就是还要再看那个吧，就是还要再看留言啊之类，就不然你不知道同学懂不懂，然后同学们就是也都无撒撒，就是想到那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来上课，但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来上课，咱就很怕搞错。所以现在我们学校直接前三周全部线上，在读后对很多学校好像听说就是全部线上，可是我看到很多国高中就是都还是实体上课，就是其实很麻烦，就是你第一周上课会听到每个老师都在抱怨这件事情，跟就是每个老师都在跟大家讨论那个评分方式跟怎么算分，因为就是你的出缺席啊之类的、啊、还是什么要哪个比重比较重啊，可能就是会跟原本的设定不太一样。像我们上学期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就是老师其实给分都给得很松，上学期的期末因为真的是太突然了，然后老师没有办法应付得了这么突然的期末考改变方式，所以很多考试都变得很简单啊，不然就是很松，不然就是甚至有些老师就是把那个平时成绩算得高一点这样子。就是老师们其实真的都蛮辛苦的，然后又要决定很多政策，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就是算了，就是老师他们怎么决定我就努力配合这样子。让我想起远距上课，上班上课像通灵那张梗图，真的是完全就是这种感觉啊！哎、欸，但我的音乐没有了。我不要这个音乐，我想要有歌词的音乐。杨月课，对啊，老师真的蛮惨的，而且老师要应付很多学生，就是老师一般那么多学生，然后他改了一个授课方式，然后就是他整个全部都要改变，所以真的很希望就是赶快疫情可以赶快缓下来这样子。因为就是听说最近是不是看电影不用美化做了吗，可是我就觉得说为什么看电影不用梅花座可是上学却还要分流，就是会觉得说嗯，就是已经安全到可以开放电影不用梅花座了吗？对啊，远距老师还是要到学校，但是
这一周开始的时候好像已经不用梅花座，然后十月五号开始嘛，卡拉 OK 之后地方就是之类的地方也都开放，然后就是还是要只是要戴着口罩唱歌。可是就是会想说，那些业者其实也都蛮可怜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这波疫情应该亏损蛮多钱的。可是大家的安全是很重要，所以我就是还是觉得大家就是记得就是防疫要做好这样子。这周也蛮多成员去打疫苗的。对啊，戴口罩唱歌好辛苦，负重训练嘛，感觉麦克风收不到音吧。看你平常多会唱，就是这个时候表现的。对啊，捷运人挤人，而且其实捷运就是比较危险嘛，因为捷运就是，就是捷运，对，就像你说上下班很挤，然后大家真的都超近的，然后你又会换车，这样就是会接触超多人的。不要觉得有时候这个情况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会让人觉得有点小沮丧嘛，可是觉得就是，对啊。我们要跟他想办法跟他共存，因为他觉得感觉不是短期间就可以马上解决的事情。可是我们也不可能因为疫情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得停摆啊，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得生活下去，然后日子还是要过，可是就是我们可以去找更好的方法去躲避最大的伤害吗？我不会讲，可恶，我没有办法讲出很厉害的话，因为我不是专家，但我只能做我的老本行，就是要大家乐观一波，带给大家正能量。对，我真的觉得不能出国很难过，因为我们那时候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本来一开始跟家里有约好说我们要去日本玩，那个我们都已经约很久了，然后就刚好就是诗雅他们应该算是彩线出国，就是他们是刚好他们一回来然后就宣布不能出国了，然后我们是刚好正要出国，然后就全部不能出国。那我们想，那等等看吧，这样就一等就等到现在了。就是我跟家里的那个日本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我最后一次出国已经停留在2019年的4月了，然后就再也没出国了。我们那时候本来都约好说，对啊，栗子的怨念我到现在都还感受得到，你知道吗？他到现在只要讲到这件事，他就会很气。他说：“可恶，我们那时候竟然没去到。”就很可惜，因为我们那时候约好说要去穿和服啊，干嘛？那还是要去迪士尼玩，还是要去哪里吃饭，去哪里走走啊，去逛一些周边啊之类的，还是要去什么景点？就是我们都想了很多，然后去找了很多店啊之类的，结果就是死在这个地方，真是太难过了。就是刚好日期定的不对，好想赶快再去一次日本哦。而且后来就是。我一直以为疫情可能会好一点的时候，我那时候还跟林一有约好说要去看，就是我们可能之后会一起，就是可以去看个演唱会啊，干嘛？结果后来演唱会都取消了，因为就是疫情太严重，没有艺人可以飞回来，我们也没有办法飞出去。乌拉亚马西。对啊，栗子行程排超满。也太多约了吧，夯姐，我才不是夯姐。对啊，喜欢海外文化的人最惨，因为就是不能出国，你只能在台湾就是体会这些东西，用看动漫、听动漫歌麻痹自己。但我觉得最崩溃，其实就是出国这件事情对我还好，我觉得是就是这一段时间都不能出门，跟没有活动这件事情非常的影响我的心情，就是。最一开始就是去年那时候刚爆发的时候，就是我们连公演都不能开，那个时候就是连 mini concert 然后公演都不能开，然后就觉得很难过，就是觉得说我现在连公演都不能开了吗？然后就是这种想法，你知道吗？就才200人也不能开了吗？然后到后面开始梅花座，然后到可以200人，然后就觉得说哦，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生活，我觉得就蛮满足的，就是我可以表演，然后大家可以来看，我们可以表演，这样就够了，就不能出国也没关系，我不能看表演也没关系，反正我可以表演就好。结果到了最近，就是又严重到没有办法表演，然后我就整个，就是很憋，然后很憋，超憋，真是最憋那种。然后就包括就是
武丹也是啊，武丹就是因为疫情也是延后一大段时间，真的是超憋爆，我那时候真的是憋到一个爆，就是明明就是都选好了，就是都选被选到，然后歌也都有了，然后我们却没有办法练习，因为疫情大家不能群聚，室内不能超过五个人，所以我们就是憋爆，憋熟，对，就是憋熟，憋在家里憋熟，然后想说，我是快无聊熟，就是虽然我一开始在家里说大家耍废可以拯救世界哦，这样，可是就是其实我在家里真的是每天都很无聊，而且还怕自己变胖，还只能玩那个 Just Dance， 那个游戏被我玩到快烂掉，我已经不想再玩那个游戏，我还买会员哎，对，还不能讲给你们知道，然后就这样憋了，我觉得这次是我憋最久的一次，就是每次选拔公布其实都憋蛮久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会。公布完，就是我自己会跟自己讲说，就是公布选拔以后，一定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可以讲，所以其实就是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样子，就是你难过要藏很久，或者你的喜悦要藏很久，就是这件事情。因为二代也憋了很久，三代也憋了很久，四代也憋了很久，五代也憋了很久，就是这次果不其然，五代又憋了超久，因为五代这次是憋了破纪录的久，因为这次是加上疫情那段时间，所以就是五代就是我憋最久一次了，憋爆。武丹什么时候选的？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可是就是疫情前，对，疫情爆发前选的。酝酿，对啊，一次现在一次爆发出来，然后就是期待十月十五号啦，就是期待那一天，就是我们终于等到发行的一天到来，这真的是不断的再延又延这样子。就是跟我们一开始原本计划大家都打乱，所以就是请大家体谅这一点，就是这么久来出新作品让大家等了很久，而且还是我们的第一个原创曲，然后就遇到如此之不幸，然后我们就希望这个不幸一定会转换成好运，会反映在我们的销售成绩上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的武丹，谢谢。一秒一秒约好，谢谢。你知道就是我们从宣布一直到歌听到歌，一开始听到歌，然后听到歌以后就是一直等到 MV 那段时间，真的是等的超久，一开始还想说会不会练不完，舞会不会排不完，然后后来根本不用担心，因为疫情来了，我们根本连练习都没有办法练，握手券要多是不是只能买很多单曲，对，好像就是只能这样子，大家可以多多就是支持一下波乐这次的握手会，因为就是对波来说这次单曲蛮有意义的，就是因为它不但是先不说是原创这样的，可是就是这是我第一次连续进两次选拔，所以就是觉得算是蛮大的一个肯定，也希望这个可以继续延续下去，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但也不知道握手会什么时候能办啦，等公布的花絮就好，那个花絮也是很久啊，就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公布，天哪，握手会不用抽，握手会只要有买 CD 的话就有握手券了，就是会觉得说一切都等了很久，就是我们真的是想要赶快回归到大家身边很久，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这一次的作品，然后这次的作品就是很特别，因为是我们的第一个原创单曲，所以就是大家完全没有听过的歌，然后完全没有听过的旋律，没有看过的制服，然后没有看过的，也有没有看过的，也有就是初选拔的成员，然后也有二期生，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新颖创新的东西在这个东东里面，这蛮让人期待的。对啊，我也期待就是公演可以赶快用线下的方式举行。今回の握手会も多分参加できない。大丈夫だよ。大丈夫。
感觉要一段时间吧，就是大家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很不一定的状况，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随就是随时要做着可能会等一段时间的心理准备吧，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怎么一直都是放这首歌啊？这首歌放超久，他没有别首吗？对啊，一开始不是还要办那个吗 ？HR Face， 就是我都快忘了 HR Face 这件事情，就是一开始办 HR Face。本来还有就是现场活动啊，那个真的我期待了很久，就是 HR Face， 然后还有前夜祭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明明一切都准备好了，却在这时候遇到疫情，就害我们都不能表演了，就很可惜。对啊，前夜祭就是很可惜，我本来很期待就前夜祭会不会有什么重大发表之类的，就根本连参加都没有办法出席，就有点可恶。我等三周年的感觉，大家不要难过，我们还有三周年啦。对对对，我那时候也在想说前夜祭会不会发表什么东西啊之类的，就是在想，然后结果竟然就这样子没有前夜祭了，而且就是我们的那个讲一下，我们的 HR Face 也改线上，就剩下影片可以拍啊，就我们就练了一些歌，然后却没有办法表演，就觉得很可惜。期待未来办，对啊，我也希望赶快平复下来之后就可以报复性办活动。还有，对啊，所以就希望。疫情赶快平复下来喽！放下仇恨？没有啊，没有仇恨啊。因为很多人都很辛苦吧，钱包君，你说对吗？对，也是这个时间刚好可以让大家的钱包休息一下。话是这么说，但我们还是会持续推出我们的生写真跟周边的。大家多支持，小双打疫苗现在睡觉吗？他已经副作用都结束了，所以他已经生龙活虎很久了，他已经活蹦乱跳了一两天了，然后他现在是正常的他该睡觉的时间。就是熊熊小猫好像就是会一天要睡好几个小时，可是他们会分开睡，就是会分成好几段去睡觉，所以现在就是刚好他这段时间是想睡觉，所以他现在会睡觉，感觉到他洗完澡他就起来了，然后他就会开始活蹦乱跳。这图写生写也配钱包君猝不及防，可是现在还没有公布十月的生写主题吧。对啊，大家不妨也支持我们的生写，我们的生写现在就是质感 up 上线中，在能提的范围内，十月生写是值得期待的吗？我自己是觉得说，今年的十月生写是不输去年的十月生写啦，就是我觉得有质感升级以外，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的，但该说它的色系跟我的版面不太搭，对。可是我会尽量的让它变搭的，所以就是很期待可以发照片，因为我拍很多照片。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推金。对，去年十月刚好是质感起飞那一次，就是去年的十月的生写真是万圣节吧，然后那时候的就是很多就是歌德风的衣服吧，然后可是那时候的背景就是都还蛮空的这样，可是就是应该说就是后来我们的声写都持续在进步中嘛，就是不管是背景啊还是道具啊还是就是衣服嘛，就都有在升级，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下个月的声写可以让大家满意。我自己还蛮开心，就是声写一直在升级件事情，就是每次拍声写真心情都会很好，因为你就觉得说哇，我们的道具越来越漂亮，哇，我们的背景越来越漂亮，就会觉得说很谢谢设计跟就是准备道具的那个工作人员，然后也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觉得设计的人很厉害，然后就是质感很好，品味很好。谢谢 Andy 的紫葡萄守护灵，谢谢。拍摄当天才知道吗？通常不会吗？会提前知道拍什么这样子，就是可以去准备一下。就应该出个熊熊生写真，自行贩售。看熊熊穿万圣节装啊，看熊熊当一个小南瓜，就知道是照片里面有柏林耶， yeah，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去 Uni Daisy 的卖场指定柏林的生写真哦。在拍摄喜欢饿个半天之类的嘛？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之前拍那个七月生写的时候，那个是提早很多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是工作人员让我们比平常还要提早知道七月要拍露肚子，然后大家就很紧张的在减肥，然后就很好笑。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套，就是七月应该是我们第一套露肚子的生写真，所以就是大家都很紧张，就是会不会看起来很胖，然后大家就一直减肥，想要让自己看起来瘦一点，然后不然就是练那个腹肌啊，不是有很多人做腹肌训练嘛？说就是像小晴他们，不是说他们有在做什么腹肌训练还是怎样，就很好笑，然后到了当天大家都很紧张，穿起来会不会很胖这样子，这完全就是成年人的战争啊，因为就只有18岁以上的成员可以露肚子，然后未满18岁的成员就是不能露肚子，所以我们就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这群老人就拼命开始健身，平常都习惯当马铃薯了，然后现在就突然要动起来，果然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像小朋友一样活力，成年人的战争，是的。对啊，他们给了我们很多时间，所以非常感谢这次有提前告知，谢谢。如果之后有这种主题，请务必再次提前告知。有人用画的腹肌吗？怎么会有这一句？怎么会有这一句？我知道有人有，可是你们怎么会知道？而且那个我还要帮忙画，绝对不会告诉你们那个人是谁。但感觉大家应该猜得出来是谁，好笑。可是那个画出来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啊。这个不说一下下不行吧？打阴影那种画法嘛，就很像是啊。然后我跟祖祖就一直在帮他小心的刻画他的腹肌，帮腹肌上腹肌影，帮忙画。我们在旁边帮忙画，说这样画有像吗？他就说这样画好像没有很像。然后就越画，然后越画越奇怪，笑飞。就是那时候就很努力的在画，保护该成员，不透露该成员。隐私，可是就是我没有帮人家画，他是成年组的。有点嘟嘟眼瞎，对啊，就是有点嘟嘟也没关系，可是那个成员可能比较想要腹肌，然后就人生第一次帮忙画腹肌。我本来就是只会打一些鼻影之类的，就是我自己练习打鼻影，然后现在就是人生第一次帮人家画腹肌，觉得还蛮神奇的。对，我升几趴，剩7%，应该也可以撑一下，希望他不要突然关掉。那是哪一组的？感觉讲哪一组的会，好吧？那我能透露他是 Daisy 跟 Sakura 其中一组的。嗨，熊熊，你起床了。
他起床吃饺子。觉得谁的腹肌线条最好看？这个值得思考一下。我本来想投一云一票，可是我也觉得猪猪的肚子的线条很好看嘛，可是因为他之前当过模特，所以就觉得说就是猪猪的身材很好，就是比例然后跟就是肚子的线条。还有正在思考，赶快去翻特点，这个也不知道特点看不看出来。我先起来啦，我大概感觉还想要再休息一下。好，我先念今天的排行榜，因为我很怕我的电量随时会没有，这样我没有念榜就关播，会有点尴尬。好，谢谢今天的第十名，谢谢 Hoing， 谢谢 Hoing， 耶、yeah ！再来谢谢第九名，谢谢吉米粥，谢谢吉米粥，谢谢第八名，谢谢学生饭的阿轩，谢谢阿轩，谢谢第七名，谢谢落日一笑笑，谢谢落日，谢谢。第六名，谢谢 Andy， 谢谢 Andy 哦，谢谢，耶、yeah ！再是第五名，谢谢 RTY， 谢谢 RTY， 谢谢。好，第四名，第四名，谢谢拼拼，谢谢拼拼，谢谢，耶、yeah ！再是前三名，第三名，谢谢钟莹，谢谢钟莹，谢谢你。第二名，谢谢上山李子酱，谢谢上山李子酱，谢谢，耶、yeah ！接下来是第一名，噔噔噔噔噔噔，谢谢阿正，谢谢，先谢谢大家，再继续讲。对啊，就是易云可能就是有练很多舞蹈，所以他的肌肉线条就明显，然后你就会觉得他的肚子那边就是他的 body line 很性感。对的，然后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谢谢阿正，就是我们礼拜四的直播就是改了时间，可是就还是同一天，就是还是礼拜四播这样，只是改到晚上十点播，那大概就播一个小时，可能不会播太晚，因为隔天要上学，所以就是可能比较晚播，大家可以洗完澡准备睡觉前的时候看。谢谢大家呢。嗯，然后明天还是要上网课，然后明天大家应该也是要上班上课，所以希望大家明天可以加油。晚安，不用最近很忙碌，有一点吧，因为要加上开学，然后工作跟开学还有练舞习，就可能会塞比较满，然后就希望，可是我觉得是越忙越好啦，就是毕竟已经度过两个月比较空虚的日子，就觉得说这时候就会开始更珍惜以前的时光，所以就会觉得说越忙越好。对，我想要当个很 busy 的人，希望我在 Daisy， 这不是 Daisy， 希望我可以在 TP 里面越来越 Daisy， 也不是越来越 busy， 然后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希望我可以在 TP 里面越来越 busy， 硬要讲英文，我要当个 busy 的人，加油，我应加油。好的，我会照顾身体，大家也要照顾身体，大家要小心防疫，然后回家记得洗手，然后记得每天睡饱吃饱，小熊也要睡饱吃饱哦。好，那我们晚安，礼拜四见，拜拜，拜拜。